一份两份啊，来三份啊，来四份五份，来六份，搁想要吃的三百到三百块，大份满意三百三百。哦，这一份卖你五六块，卖袂完。我要两碗无，三百到三百块，三百三百。这个来收下来，感谢你来，来汤包啊，你不会点的话，看我的哦，我喊我的，你们看你们的哦，来小龙汤包，金贝啊，赶快买哦，后日百货的菩萨，后日百货菩萨，伊要欢迎啊。不过你都叫我吃汤包唔对吧？真正我唔对吧？来。金贝啊，后礼拜就无卖啊。哦，唔是歹卖，是无要炸。哦，后礼拜开始有炸较好个来。你今日上汤包一包二十粒，一包准十块啊，一包就卖两百，两包就卖四百，买些人就卖四百，两百到两百块，两包两百。然后啊，赶快不管起价，赶快促销你一包够你三包哦，六十颗，两包到两百块，两包两百。小龙汤包两百块，两包两百，两百，两百，小龙汤包六十颗呢，过来收下来，感谢你们啦。别挖你，你叫我吃小龙汤包，对对，哎呀，那么吃，那么吃够好啊，那么吃，那么吃食堂吃够好，那么吃鲍鱼啊，那么吃小龙汤包，来，听过。鲍鱼汤包，鲍鱼汤包，哎呀，哎，再鲍一点哦，帝王包，帝王，帝王包哦，帝王，帝王，贴在那个 YouTube。各位如果有要进货，这边有无法，下次有买的，大哥有买过吗？有买过吗？大哥有啊，好吃的，反正牛排 OK 了哦。现在反正牛小排又缺货了，对，牛小排又缺货了。士官长订货的 QR 码，不睡吧？大家也可以用，不睡吧？赶紧挂，不睡吧？来，也可以来跟他直播的时候跟我来，你叫他过来哦，那边叫不叫吧？刚刚叫可以，都可以。阿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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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。来，板卷牛排优惠有税无？保证原冻，我按你拍的什么四百？来，吃几块？吃三块？来，吃四块？来，吃四块？来，吃五块？来，吃六块？来，吃七块？来，吃八块？然后，一块或者你换者你家己做算，吃八块哦，吃九块，吃十块，来，进来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成功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成功，一千块。我那边一千块，请功，十片一千块啊！板腱牛排原肉，这个别卖啊，一个不卖我不会啊，请功一千块，那多少块的过来取啊？然后这边进来一千块，请功，还要吃牛板腱牛排嘛？一千块，十片哦，包进环嘛？请功一千块，让五包，让咱俩收起来啊！来，现在收过来，过来笑一下，你搞咩？过去学员，啊，这边还黑啊，这里面感觉黑啊，黑啊，大姐黑啊，黑啊，大姐那么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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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五百，五百，五百，无去开盘啦，开盘要走浪，大买啊！你我家己要买两百，来，即马话，即马红衫贵啦吼，大买，我你看者，哎呀，这个哇，这个哇，哦，即红衫贵啦，即无钱无，啥啥七十二也贵哦，伊去拜拜伊啦，对咱拜拜啊，无钱，伊无钱，来加一个两块尔，来涨三百，来涨三百，来涨四只，来什么只？五百到五百块，五百五百。杨生，我讲嘛，赶快啦，七百多你啊。杨哥，啊，来，过来，跟我来。五百哦，上半截什么价格啊？不管是哪贵，四百二，四百块。四百块。加四位啊，四只。来，加。四百，过来，谢谢了。过来，下一样来。还要点菜的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要换东西的哦。来。包。准四位啊，准四位四百。存七块七八来，后来下样来，谢谢谢。哎，黑皮筋好喝啊，皮筋好喝，挺开心的。啊，这皮筋更好啊。宽子卷在哪里？那边那边。来啊，地包地包，你看嘛呀？刚卖一件。你看嘛呀？哦，你刚割菜，户籍无搞，也无搞。啊，好，阿妈喝好吗？好了，好了，拿过哦，来给你看一下，我这一块要直接分开，给你看一下多两百，你看见？地包，上多两百鲍鱼啊，吼、哦，现在鲍鱼咩？我讲过年前面就多两百，哦，过年卖我卖七皮，卖我卖四两百啊，多两百，你卖看见了无声嘞？这我看见了，卖七百对讲，我六百块嘞，来，来，你今天鲍鱼多两百啦，给来什么价？卖两千，卖三千，来，千多千块，我俩鲍鱼啊，我一千块，大哥的鲍鱼，要多两不？来，一两条给你。我一个要七百八百，来啊！
来，这个给你哦，这个给你哦，这个给你哦。转播超大的哦，超大的巨无霸，来跟我继续大的这样，巨无霸，转播二四五六个，一千二，一千块一千块。后边你莫看这个无声嘞，你若过，你若讲过年时啊，过年时啊。我已经叫你吃细粒，叫你吃细粒，你话唔对，免我你唔食大粒的。OK 啊。吃三粒，我是讲有效，后尾有够效的啊。然后，几条够你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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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五个人的马可鲁啊！几条？这不是传说中的巨大？几条够你？我话俾你，你今日你也搬来，感谢你的支持，了啊！笑诶，卡林钱，林钱，好妖啊！谢谢，四个人，去吗？请吗？请吗？我猜，我猜，大粒的，大粒的，细粒的，超大巨无霸，你话我一粒的，我大块六七百的。好啦，下一样来，阿妈搬来，阿妈搬来来。小心啊，阿妈。阿妈来，阿妈来，我这六个，我这四个。哇，五十块那么大包啊！不会，我有点不够，有点不够。来，我跟你说，阿妈五十块的。欸，你搞咩？你搞咩？你搞咩？食饭先啦，他咩白带鱼的无？咩白带嘞？白带鱼啊！你搞咩？白带鱼啊！来，我先吃白只啊！这你要怎食吃啊？我家一手尔，你去要怎食吃啊？要怎真正要怎个煮呢？这包真正条数，这客啊真正条数个。来，我好煮煮条就无得三十块，一客啊换几条？十条。来，你今要吃两个条，这十条包去开三百。人有帮你钱，我无帮你钱，上高早一客等于免三百。100块好，我再看一下。我给收起来啊！我该收起来。我交工给一下，来提我嘛。我今天好像没交100块。差两分，差三分哦。来，我收起。无出车啊，会晓吗？你，你今仔剩大只尔，剩大只尔，阿母后尾过年啊，下晚炒下咧。你若无炒下啊？哎，你若无叫啊？我有叫咧。我无叫啊。多，哎呀，应该是多啦。我咩无？今日无我收啊。哦，这一件卖你五十块，收贵啦，万块什么只啊？一百了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拢有够来，现在刚出来啦。来来，我讲，我讲啊，卖一样物件啦，要我哩食这个物件，迄个物件着租的啦，迄个物件绝对着租的啦，你收好啊，你讲无去收好啊，对，就出来箱。这个物件你爱讲，你爱买啊？来，你看者，台湾鳗鱼，哦，台湾鳗鱼，来。有咩？海鳗，这个鳗膜好贵哦，你搞个膜干嘛呀？第二啊，我无咧卖大料膜，我的膜是波进台湾的，波进台湾的，我日本箱啊，剩只尔。哦，这是第二箱啊，这是第二箱啊。来，你叫咩人膜的人去，我好帮我一条，我卖偌济，你叫我膜干嘛呀？只要到餐厅，这只膜只要给你加一个饭啦，凊彩一个饭安尼一个膜，啊，你看者，看者。我固定礼拜，来。啊！你只要等于只要任何问题，你伫我遮买任何物件，只要任何问题，叫你看来，我送你两个退钱拢买进来，注意听哦，下面台湾麻、台湾白麻，我好加一只，加做一个套餐，做一个饭安尔，开个什么三四百、四五百，即只开做两个套餐七八百呀，来，你今日台湾白麻人个，我叫你开三千、开两千啦，你今日麻人个，千二、千块、千公，来一千块呀，麻无一千块，讲实在，即马麻化千块贵啊，即马麻化千块贵啊。来啦，我来讲啦，这几个啦，几只够你啊，几只够你啊，保证无饲哦，趁我饲寡客饲，上几只够你，几只够你，几只够你，一个偏钱，你要听好啊，一个偏钱啊，我一日花你500块，有俗啊，有够俗啊，来听好，几只够你，几只够你，一人三只，一人三只，来要食馍啊，新馍1000块，新馍，行，为了馍啊，我1000块，新馍1000块，馍啊，我什么一碗碗要吃无1000块，新馍。一个天钱，一个天钱，咱卖命。后尾阿母啊，你讲要食馍啊？要过年啊，你唔食馍啊，无要食啥？无你讲要食秋刀鱼嘛？无你讲要食柳叶鱼嘛？我未使，要晚年啊，食较好个，我未甲你骗啊。一只馍啊卖300几块啊！一只馍啊卖300几块啊！来，我讲啊，一只够你啊！
七十五厘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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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大车，二四六六个人的四车，先好，一千块成功，来一千，来摩啊，什么车？一千块成功，一千块，你这是拢无食摩的吗？你这是拢无食摩的吗？一只摩啊，卖二啊五厘嘞，对啊。一只台湾皮毛皮两百块，你阿知影一只毛偌贵？你阿知影今年毛都贵啊，一只无大啊，全部五两个，一只毛皮两百块，还要考虑啊？去毛一千块，来一千块啊！一千块毛啊，一千块台湾鳗鱼，一千块，哦。刚刚好，够，刚刚好，现在刚刚好啊。一二三四五，五人的，想到吗？一千块给我，一个捡钱一千块来，我讲嘛，即马一只毛皮偌济妹妹，你去我问看嘛，这有行情的啦，应该探听的啦。只台湾皮毛，全部五人的六只哩，一千块，一千块成功，一千块成功，哦，我就收，我就收我啦，直接卖你百几块，你搁咧看，你有想无一只毛啊哟？我那边有虾米？你那摩还讲摩啊？有鸡块吗？鸡块不是没有叫吗？有啊，鸡块我叫我无叫啊。来，哦，一只摩啊卖百几块买袂落。哦，谢谢。我来下量来，你搁要点菜不？有要点菜的吗？来，大虾哦，大虾虾哦，大虾虾给我来。官方的话袂行，错晒啊。官方的话。